哎呀呀，好大一个笑字呀，差点以为是我哥。快看姐妹们今天的红毯不？签名时看到肖兹伯哥竟然下意识地停了一下，你看这眼神的方向，这不会是在确认是不是他哥吧？再看另一视角，真的是目不转睛在看这个位置啊，还有这下意识抬起的手。哎呀呀，不对，我哥没有来。哎呀，还是跟着导演继续往前走吧。嘿嘿嘿，又是酷爱红鞋底的一天呢。这个边走路边拍腿的博在干嘛？原来是拍照时凑了一裤子灰啊。解锁了你有喜剧的潜能，你们想看一博演喜剧吗？你自己想挑战吗？不拒绝。